出来再好没有用。我想澄清一点，我这人就真实，特别真实。他的理由给我的让我现在还记着，不行。我觉得他的理由就是不真实。他给我的理由是他先抢的，就是说该说啥就是啥。我是第一个，就是你要拿那个理由说啥呢？就是我不想跟你，我瞅你不爽，你我就不愿意跟你一伙。这样说我就没毛病，我就觉得特别好。那如果你要说我是第一个抢，我不是第一个抢的，你不选我，我这么尽力，那没招啊。主持人，我想说一句，